冷静下来，不要难过。那些散布谣言的人，他们就是想兴风作浪。他们越是这样做，我们就越要沉得住气。我合不合适，不是由你说了算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就是个敢做不敢当的孬种。在背后使阴招，你还会干什么？要是你，就立刻找一颗柱子撞死，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对我来说，就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。恨你，你配吗？你根本不配。本王被他倒足了胃口，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以后再有这样胡作非为、胡言乱语，奴才，今日王就要好好的管管你。来人，在拿下。若是虎落平阳，就岂能被全被所害？杀无赦！你才受教训没多久，又敢与本王作对了是吧？